门是吧？没门，开门我给你开了。哎呦我去！小雨了，小雨了，你看我挨的是挺紧的。哎呦我去，好小。哎呦。是什么行业？工资高啊？会计有工资高吧？肯定会计啊。肯定。会计一般得有资格证。苏娜应该是属于会计的助手是吧？哎。差不多。你考个会计证。我不是干这个的，我是慢慢的跟着那个财务学的。哦。我专业不是这个。你专业是什么？学的电子。学电子。哇。我不知道电子。不干。你哪毕业的？我王水仁那边。王水仁。七大姑那边。对。那你们的建筑工程学院？对，就是那。Thank you.